我是爱丽丝，是荣哥的师妹。是吗？哎呀，我老人家眼神不好，来，过来我看看。哦。大方、得体、漂亮，好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世荣，这次你眼光不错。伯母，您太过奖了。妈，爱丽丝，你跟我儿子在一起多久了？妈，我们在一起有一段时间了。怎么，他也不带你回来吃个饭？妈，你别胡说乱讲，她是我师妹，我们什么都……有空来吃个饭，我亲自下厨啊。好，伯母邀请我，我一定会来，我也会做几道招牌小菜，可以做给您尝尝。哎，好啊，好啊。哥，哥，说，我跟爱丽丝商量好了，以后啊，你的终身大事就包在我们身上，从明年开始，我们俩就到处给你物色理想对象。这事儿我自己心里有数，你不要多管闲事，行吗？哦，反正我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，有我在，帮你参谋，你放心好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喜欢什么类型？我就是知道啊。二师兄，这样太好了，我最喜欢喝喜酒了。先是大师兄跟小月，然后是你，还有爱丽丝，我现在想起来就很开心。娶妻求淑女啊，我是绝对不会随随便便找一个的。哎呦，生哥，反正我和美英都会为你安排好的，到时候你只要穿得精神一点就没问题了。我不是靠外形的，我是讲内涵和实力，不管穿什么都一样。实力派也要包装的，包装得体绝对事半功倍。好，那我跟你说，我有三不要：老的丑的我不要，不孝顺的我不要，贪慕虚荣勾三搭四的我全都不要。你要找就找个最好的给我。二师兄，你的要求太高了吧？就这样吧，绝不妥协。那是不可能的。那这是我的性格。好吧，好吧，不可能，我们也会尽力的。杨小姐可是贤良淑德，旺夫一子，谁家要是娶了她过门啊，简直是天大的福分儿！哎呀，福分儿，福分儿啊，这可真是我们林家的福分儿啊！杨姑娘，那我请问你，林老太，我有话先说，我是来相亲的，咱们啊就直接讲条件好了。好，好。从小到大，我父母都很疼我的，我从来都不干活，所以。我要真进了你们家门，所有大小事务，包括煮饭、洗衣服、扫地、沏茶、冲茅房、洗衣服、煮饭，哎，洗衣服、煮饭你说过了，都一概由你负责。杨小姐，你，我看你也有点老板相，不过，应该不是做大生意的吧？冒昧问一句，你到底身家多少啊？我有1亿呀、啊。你们搞什么鬼？找这种女人跟我相亲合适吗？下次找个踏实点的。一定，别生气了。怎么样？哦，她的进展很好，身体里的毒素呢已经排得差不多了。我看啊，吃几天药，她就可以恢复了。谢谢你啊，阿苏。不用谢。小月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。要是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也不会好得这么快啊！谢谢你。谢谢你。哎，你放心，这一次啊，再也不会出上次的乱子了。哎，哥，这个够踏实了吧？踏实，踏实，踏实过头了。哎。大嫂啊，你快点介绍啊。这个不用我介绍，张姑娘自己介绍哦。哎呦，我家住在大山下哎，虚度年华38哎，知音长得太漂亮哦，至今还没人来家嘞。我
好比三种一朵花哎，格格神强李壮顶呱呱哎，我俩结为百年好哎，那小日子过得越发好哎。你们瞎了眼了，下次再找这些奇珍异品跟我见面，我跟你们断绝关系。哥，哥，你没听到他的歌词写的其实挺不错的，唱的也好听啊。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九，好了。今天到此为止，你们休息吧。哎呀，好了，辛苦了，休息一会儿吧。不错，歇会儿。大家辛苦了，吃点水果吧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小月，来，小月，等一下，我们出去走一走，我带你去吃豆花。好啊，那家的豆花。梁宽，忘了跟你说了，下午的武术班，阿七说他有事来不了了，让你替他教。啊？他又不来啊？他去哪儿了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你们俩聊着，我先忙去了啊。不，没关系的，那我们晚点再去吧。晚点去就没豆花了，只能买茶叶蛋了。这个鬼脚七到底去哪儿了？林老太，马姑娘可是出身小富之家，闲来没事儿啊，就帮父亲打理书斋，知书达理，进的厨房，出的厅堂，怎么样？这次还满意吧？啊，满意，满意就好。这个还可以啊。满意就好，双方满意就好了啊。我不满意。林先生太瘦了。我瘦会吗？大娘，我不是跟你说过要找个肉多点儿，找个胖子吗？他怎么算胖啊？对不起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不过你太瘦了。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搞什么相亲了，一切就随缘吧，阿弥陀佛。哎呀，哥，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？再给我们一点点提示啊！和最基本、最低最低的要求，有爱丽丝这样的条件就差不多了。那有什么问题？我当你老婆好了吗？好，回家洞房去。好，洞房。好，下个月呀你。真是，就是。你到底知不知道啊？我问你到底知不知道我的心？我是好想好想好想你啊！虽然我是这么想，可是不知道人家有没有心。不行，他不知道，我要去告诉他。二师兄，爱丽丝，什么事啊？阿拉忽悠。什么？我讲的英文你怎么不懂呢？爱拉忽悠就是我爱你吗？哎呦，什么嘛，你脑子又进水了。哎，没什么，我跟你开个玩笑嘛。我不喜欢你开这种玩笑。好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我在培养对爱情的那种澎湃的情绪。爱拉忽悠，没事，爱拉忽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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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脑子又进水了。爱拉忽悠，爱拉忽悠，哦，我的屁股，爱拉忽悠，爱拉忽悠。哟，这不是咱们缉毒队副队长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我们这儿可是干干净净的。干嘛？最近变得油嘴滑舌了。大哥，您确实当官了吗？我们还没恭喜您呢。好了，哎，有件事想找你打听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最近有没有听说段振南的消息？段振南，是不是您以前的同门师弟啊？对，我怀疑他来了佛山。是吗？这个我没听说。又赢了。
行了。哎呀，今天真是没白来，没白来，真没白来，又赢了。哎，你的，谢谢大爷。你的，你的，谢谢大爷。一听到这笑声就知道是你。鬼脚七，师兄，很久不见了，很久不见了。哎呀，师兄，来，先干为敬。好，喝。师兄，这么多年没和你见面，还是跟你喝酒最痛快。我也很久没那么开心过了。怎么，姑娘不满意？来人，换！来人！哎，没关系，不用不用。师兄，改邪归正，别改过了火，连姑娘都不碰了啊！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，快当爸爸了。真的吗？快做爸爸了，听见没有？倒酒，快！好，恭喜七爷。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洪七爷想当年和我一起出生入死，道上谁人不知鬼脚七这个名字，而现在就要当爸爸了。我还听说当上了缉毒队的副队长，厉害呀，厉害。对啊，人生际遇就是这么奇妙，我也想不到啊。哎，师弟，你呢？还跟以前一样吗？我呀，还是老样子，我还能干什么？装酱油的缸最后还得装酱油。师弟啊，这几年辛苦你了，你坐牢一半是为我做的，这个人情我永远欠你的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别这么说，我们是好兄弟，这些事不用算得这么清楚吧。好，喝喝。七爷，我经常听段爷提起以前的事儿，有一次你们被巡捕围捕，那过程真是有血有泪啊。对啊，那一次我是永远忘不了的。快点，大哥，我肚子疼。哎呦，怎么这个时候肚子疼？我很快就回来，快去，我再跟上。跟上，飙车过来了。看着点儿，上，走，快上，上，啊，快跑，快跑，快，里面，段爷是空的，我们被出卖了，上当了，师兄，是小猴，快走，快走。老公，怎么了？你又和梁宽吵架了？跟他没关系。那是什么事啊？阿美，你还记得段振南吗？记得呀，是你师弟。他怎么了？他坐完牢到了佛山，前几天我跟阿宽去缉毒碰到他，曾经跟他交过手。
今天我到吉祥坊打听他的下落，看到他在那儿赌钱。他跟鸦片有关吗？现在还不能肯定。现在跟以前不同了，你是兵，他是贼。我就担心他会提出什么要求，他对我有恩，到时候我会很为难。这是你们男人的事，我也不懂。我只想说一句话，我现在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，你要做什么事情要为我们将来的孩子着想。我知道。以前你走偏路我跟着你，现在你做正行我也跟着你，反正你只要觉得做得对，你就放心去做吧。啊，大家准备，一啊啊啊，哎，来伸直，三，哎，啊，好，挺直，啊，好，四啊，爱丽丝，啊，你说哥怎么办啊？我们都已经为我哥安排十多次相亲了，他一次，哎，六，他一次都没成功，哎，我妈都要急死了。七，也不知道他的缘分什么时候才能到。太够。我看他不是缘分的问题。说句实话，他这种年纪，这种条件，想要找个称心的对象啊，说难不难，说容也不是很容易的啊。这个我当然知道了，可最惨的是我哥他自己不知道。有时候啊，他还那么挑。不过我哥唯一的优点就是，每次失败了都能像没事儿一样从头再来。不知道我哥他能失败多少次啊？你说他吧，一介武夫，又是一介屠夫，这么一点魅力都没有，哪有女孩子会喜欢他呀？不要乱动，来，手要这样，三，好，来，再来，来。啊，我想到了，啊，我们可以帮他改造一个全新的形象，增加他的魅力，带他去西洋舞会，在舞会里呢，他一定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。嗯，好办法。哎，不过，好了，他又怎么变啊？包给我，自信一点，抬头挺胸，你最帅。啊！哇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完全？哇，老哥太帅了！哇，祝融，我可真是要对你另眼相看啊！没那么夸张吧？又不是没见过。荣哥，要不是我已经和阿宽在一起了，我一定会被你迷倒的。真的？真的？我也相信有这种可能。刚才我照镜子，已经被我自己迷倒了。好了。我现在开始教你跳社交舞了。好，如果你学会了呢，你不但可以迷倒你自己，还可以迷倒千千万万的少女呢。真的吗？爱丽丝，那我跟小月也要学，我们一起去舞会。好啊。哎，爱丽丝，那我应该找谁当舞伴呢？当然是我了。你舞个屁，你有老公学这干嘛？别理他。说，你当然要一个人去了。如果你带舞伴去，那你怎么认识新的女孩呢？除非你已经有喜欢的对象了。哎，明白，了解，了解，了解。好，那现在二师兄，你跟我一对。啊，那大师兄，你跟小月一对。好啊。那我呢？你跟椅子跳吧。反正你们跟着我的步伐做就好了。那开始了。哎，好，来来来，迫不及待了啊，迫不及待了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哦。听到没有啊？这种舞的音乐呢是三拍的，你们听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现在呢，男的要握住女的手，然后呢，搂住我的腰，还要搂住你的腰。你看大师兄他们做的多好啊！二师兄，你不用那么大劲的，轻一点。爱丽丝，再来一次吧，这个动作我不太会啊。然后呢，这个男的呢，先伸出你的左脚，接着跟着我的步子一起走就行了。来，一、二、三，退，二、三。哎呦！哎呀，小月，踩着你了吧？没事没事。怎么回事？想不到这个社交舞这么难学。你那么笨呐，老踩人家脚多不好意思啊！看你多重啊，来，再来一次吧。好好好，我们再来啊。二师兄，你学得很快啊。老师好吗？来，再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进二三，退二三，一二三，二。二师兄，你不要太紧张，要放松，要有点感情。哦，你的眼睛要看着我的眼睛，
你可以把我当成你喜欢的人呢、啊、我们的眼神当中要有交流，你要用眼神对我说你有多爱我，多欣赏我。蹦恰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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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在干嘛？学跳舞啊，我要去舞会。去舞会干嘛？哎，去舞会跟我心爱的人跳舞啊。心爱的女人？你有吗？哎，来，我告诉你个秘密啊，但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，坐下来说，来、快讲。哎，舅舅喜欢上一个女孩子。这有什么稀奇？你一会儿喜欢这个，一会儿又喜欢那个。这次不一样啊，我非常喜欢她的。那你到底喜欢谁？那你真的不能跟别人说啊。别婆婆妈妈了，快点儿。我喜欢上我的师妹爱丽丝。我告诉你啊，她人长得漂亮，又可爱又淘气，简直是我的梦中情人。其实我对她一直都有好感，可是我就没有胆量向她表白。小亮，你说实话，她会不会喜欢我？不会。为什么？爸爸说了，就凭你这德行，想找个漂亮的女人简直是做梦。混账。你骂我干嘛？又不是我说的。我就是说你爸混账啊，你别听他说。我敢肯定爱丽丝对我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她跟我跳舞的时候，她看着我的眼神，她抓着我手的感觉跟我抓着猪手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所以我肯定她喜欢我。那关我什么事儿？我知道这事儿与你无关，只是我觉得你这个人吧，又直接又坦白，那我就想让你给我出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你觉得我应不应该邀请爱丽丝做我的舞伴？没意见。小亮，你别这样对舅舅好不好？好歹也说一句，行吗？那就邀请呗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可是，如果他不答应怎么办？那就不要邀请了。不邀请不行啊，那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。舅舅，你烦死了，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怪不得你40多了还没有老婆，干脆当和尚去吧。哼，问你这个小鬼，我就知道你没有分析能力，气死我了你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站在我后面的？我都站半天了。那刚才的话你都听见了？听到了。哎，哥，其实吧，你就是不说我也能看出来，你跟爱丽丝啊跳舞的时候特别投入。既然你都知道了，那你告诉我应不应该邀请他呢？哥，我如果说不行你肯定不死心，可是爱丽丝是怎么想的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不过你要是对他有意思的话你就试试看。要是他不喜欢我怎么办？咦，你都失败那么多次了还差这一次啊？对，也对。哎，你这样说就是小看我了。你知道有多少女人喜欢我吗？你还记得以前在肉档吗？每天有多少女孩子排队等着我？那是在等你买猪肉。买肉也是缘分呢，我们只是没有做夫妻的缘分而已。是是是，你说的对。要说缘分这个东西吧，还真不好说，你要不试试看谁知道呢？对，你这话就对了，有点意思。给钱。5块。啊，哥。哥。没关系，赵鑫，赵鑫啊，我想参加舞会，我希望。那个字怎么写？哎，爱丽丝，爱丽丝，哎，爱丽丝。二师兄，什么事啊？你进来，你进来。我想请教你那个“腰”字怎么写？写这里啊。好。
不是这个药，这是猪妖的药，我每天对着猪怎么能不会血呢？是另外一个药。妖魔的妖？不不不，也不是这个妖，是另外一个妖。到底是什么妖啊？是那个邀请的妖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是这个。我常常都这样，我拿起笔，我就忘了字。谢谢，很好，字很漂亮啊。你在写邀请函啊？不是。你想邀请女孩子去舞会？不是。啊，我知道了，你有对象了？啊，没有。什么时候认识的？没有啊。我跟美英还在为你着急呢。啊，不说，不说就算。好吧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有诚意的话，她一定会被你的真心所感动的。祝你好运。嗯。我会好运的，我怕谁呀？我希望邀请。爱丽丝。爱丽丝，哎，小月。哎，阿宽，谁的信呢？朱若龙的。怎么朱若龙会给你写信呢？不是写给我，是写给爱丽丝的。为什么会在你手上啊？哎呀，我刚在爱丽丝的门口捡的。来，看看。看看。爱丽丝，希望和你能有一个愉快浪漫的晚上。那个朱若龙什么时候变得那么浪漫了？咱们偷看人家的信是不是不太好啊？哎呀，我们只是关心他嘛，你别说出去就好了。哦，爱丽丝和朱若龙到哪儿？去舞会呀？哎呀，真鬼灵精啊！我问你们看完就得了，别说出去啊。那当然啦，我们又没那么多事。哎，我们没那么多事，我们也不多事啊。对呀、你们神神秘秘的，笑什么笑啊？哎，没你的事。二师兄跟爱丽丝约会。哎呀，小声点好不好？来，没想到二师兄会喜欢爱丽丝。小点声，聚会不一定是喜欢吧？啊，是，那至少也是有点意思吧？是。喂，你们神神秘秘的搞什么鬼啊？没你的事。走，没事。啊，反正我也不在乎。喂，到底搞什么鬼？哎呀，好了，告诉你吧。还是算了，你这个人最多事，最守不住秘密的就是你。你好，不看就不看，婆婆妈妈像个女人一样。喂。哎，啊，真看不出啊。我看他俩还是挺般配的嘛。你说哪一部分般配啊？那你们说，爱丽丝会赴约吗？切，爱丽丝最不喜欢吃猪肉了。他们感情不错呀。但是不是你跟我那种感情啊，小玉。这个事儿啊很难说，他俩朝夕相处，什么事儿啊都会发生。他们两个的事，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围在这里说三道四，这不是我们黄飞鸿弟子的所为。阿弥陀佛，大师快去化缘吧。哎，大
大师兄，嗯，这信是不是应该交给爱丽丝？千万不能当面交给她。等一下，我们静静的把它放回原处。嗯，到时候大家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就行了啊。对，好主意啊。你刚回来啊？是啊。真巧，你一回来就碰上我，我是不是挡住你的路了？没有，我走这边。哦，那你先请。爱丽丝，你看过那个？还没有。不着急，慢慢看啊。好。要去哪儿来着？我怎么忘了呢？你好，哎，您来了，爱丽丝，哎，美英，对不起啊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小二到场。好嘞。哎，我哥知道你来见我吗？我没告诉他。怎么了？到底有什么事啊？嗯，先喝水。我开门见山吧。没事，哎，来。爱丽丝啊，我哥是不是邀请你去舞会啊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哥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没有自知之明。哎呀，美英，你不要这么说，我不是不喜欢你哥，嗯，二师兄他心地善良，对人又好，我就是没有那种感觉。他现在突然这样做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呀。换成我是你啊，也会吓一跳的。一个大胖子，都已经40多岁了，还整天吊儿郎当。最大的本事就是卖猪肉，也没有别的本事。无论怎么说，他都配不上你。他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差劲啊。其实人都是可以进步的。你看他那天跳舞的时候多么不同啊。那是因为你他才转变的呀。你知道你在他的心目中有多重要吗？美英啊，说句实在话，我不是不想帮你，可是感情的事真的是不可以勉强的。我哥这个人吧，就是欠一些桃花运，那个差点成为我嫂子的王飞鸿，后来的香香姑娘，还有戏班的谭兰心，没有一个开花结果的。这只是缘分还没到啊。嗯，说句实话吧，你别看他平时总是在吹牛，其实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有认认真真的喜欢过一个人，平时随随便便的。爱丽丝啊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你的意思是陪他去趟舞会？可是聚会不代表什么的，你就让他做一场梦，你让他浪漫一下，哪怕是假的也行啊。他都已经这个年纪了，可能以后都没有机会再喜欢别人了，也许你就是最后一个。就算我答应，那以后怎么办？我跟他不可能有什么发展的。以后的事情随缘吧，反正你也不用答应他什么的，拖拖拉拉的不就应付过去了吗？感情的事情总会慢慢淡下来的。你真的是很疼你的哥哥，那你是答应了？喂，你看他吃得那么快，好像赶着要去赴约。我吃饱了，各位慢慢吃啊。哎，他每天至少要吃4-5碗的，怎么今天就吃了1碗呢？他一定是赶时间吧。
我看他一定是怕自己吃太多了，穿不上裤子。啊，也不知道爱丽丝会不会赴约。爱丽丝，我们跳舞。不行，应该要斯文一点，有礼貌一点啊。爱丽丝，能赏脸跟我跳个舞吗？好啊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一二三，蹦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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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蹦擦。哎，蹦擦。哎，猪肉龙。哎，李波，你这扭的是什么舞啊？华尔基啊？什么？华什么基？华尔基是这样跳的。一二三。蹦擦蹦，哎，猪肉龙，蹦擦！你瞧你这一身打扮啊，人是衣服，马是鞍呐！你今天可真帅呀！啊，真的吗？是真的，你肯定能迷倒全场的女孩。谢谢李博。哎，那我去了啊！哎，等！干什么？你和女孩子跳舞，怎么能空着手呢？啊！哎呀，明白吗？谢谢，不谢不谢，谢谢，祝你好运。好，蹦擦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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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来了，还不换衣服？我们要迟到了。二师兄，怎么了？我不跟你去舞会了。我明白，不要紧。你真讨厌，我一直把你当成好哥哥，你干嘛突然这样跟我来这一套？我是真的喜欢你啊。我有什么好？没半点女人味，粗声粗气的，还经常欺负你呢。我就是喜欢你这种真性情啊。神经病。爱丽丝，我们可不可以？不可以，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。朱若荣，你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？我跟你说过很多话，我都记得。你说的是哪一句啊？你说爱一个人要爱得有尊严，我不会同情你的，你不要要求我。啊，好，不爱就不爱，反正咱们也不会有结果的嘛。我也很潇洒，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。哎，保证不行，你要发誓，我要你发誓，你永远都不会爱我。我朱若荣对天发誓，以后不会喜欢爱丽丝。但是我还要好好的保护她，照顾她，就把她当做我的亲人。如有违反的话，我就孤独终老，绝子绝孙。哎，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这送给你。你又来了。爱丽丝，我跟你说，我不能勉强你喜欢我，但是你不能勉强我不喜欢你呀。拿着，来，来，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？又有什么事啊？你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。好，可是。可是什么？他们都已经知道了。太感动了。梁坤，小月，阿苏，阿七，李博，老张，还有谁？你们太卑鄙了！哎，朱若荣，朱若荣。一哈二哈三哈四哈哈哈哈
我告诉你们，这套拳法呢，朱若荣打得比较好。你别看他胖，他打起来啊，挺潇洒的。朱荣，朱荣，哎，你去哪儿啊？我还想找你吃饭呢。来，给你药方。谢谢大夫。哎，喝水啊！哎，老爷子，来这边扶着。哎，花真漂亮，谁送给你的？是一个傻瓜。哎，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！不好意思，我撞着你了。没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